两米半。是啊，我用前腿的话，你看我这个手要这样带，我这个手这样带，或者我的手这样带，这样带这个力出来嘛，穿，看不懂？我用后也是一样嘛，我用后，我这个手往这带，这个手往这带，腿这样出嘛，穿嘛，看不懂？所以你这个力跟这个力，这个力跟这个力是一个力，这个力跟这个力也是一个力，你看这是这样子的，看不懂？你的手上的劲跟你腿上的劲必须是一个劲啊，不是打完拨手或者拨手完打腿，这是要练的啊。